Расцветали яблони и груши, поплыли туманы над рекой.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 Выходила, песню заводила, простенова сизова ала. Ой, сопенья, бисы, качубича, прилетится ясный солнце свет. И пальцу на дарю павлоничье, от качуши передо привет. И пальцу на дарю павлоничье, от качуши передо привет. 没有模拟吐司，那马上就发霉了。 Девочка простую, пусть у лиси, как она поет, пусть он землю бережет ладную, а ребят хочу сейчас бережет, пусть он землю бережет ладную, а ребят хочу сейчас бережет. Расцветали яблони и груши, поплыли туманы над рекой.今天玩新闻什么好啊？我买了 CSGO 跟模拟山羊，好爽！你看，好烦哦。模拟山羊有没有中文化？不然我看不懂要倒什么蛋，好麻烦。我们先装 CSGO 好了。 已经好了，哦，我还以为好了嘞，切，这个要下载多久啊？4.5 GB 耶，会等很久啊，好紧张哦。好像还蛮快的，好啦，那不然等一下，等个10分钟应该 OK 吧？等个10分钟 OK 啦。 哦，有9分钟，那挺快的嘛。真的假的？我想下载模拟山羊。 没有，我是说模拟山羊啦，不跨博，我们来查一下好了。模拟山羊中文化，哦，居然有中文化耶！汉化补丁。 哦，有点兴奋哦，连这个都有中文补丁啊！这是要下载哪里啊？谁啊？假白洗洗哎，关掉！哎呦，还过不掉嘞！啊，算算算算，要从哪里下载啊？
这是下载地址对吧？迅雷，我没有迅雷欸。哦，怎么办啊？哦，他这是用一些我没有的载点。啊，那立即下载好了。好兴奋哦！我可以当绵羊吗？好紧张哦，万一只能当土山羊怎么办？哦，最近羊肉炉很流行。他就没有模拟喵喵啊，不然我们出一个游戏叫模拟阿咪。好，你们先让他跟一下，我去上个厕所。没有，昨天我有请假说我没有开台，然后因为我想说这样你们又很孤单，所以讲一讲哦，我就干脆就是叫我妈帮我开个台这样，不过没有开很久啊，她就是打一下。然后我先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那个新家那边哦，可能下个礼拜就是补习班那边啦，可能会装热水器，所以热水器一装哦，下个礼拜有可能会去跟他们说我们要迁网路，就是把北港的这个网路迁到新港的补习班，所以有可能会断网两到三天。我先告诉你们一下哦，先跟你们说一下。
先跟你们说一下哦，就是可能会断网断两到三天啊，因为要搬新家，搬到那个新的地方。这有没有在动啊？好久、哦。Hello，Hello。对，先跟我们说一下、哦，不是故意的，就是因为你那个网络哦，从因为现在北港的这个是有签约，然后我们有去问说，那能不能够就是把现在这个地方的北港的网络，然后用到新港，他就说可以，这样子合约就是还会算。我也不知道哎、欸。总之还是是一百，还是是一百枚，没有我们有问，我们有问，那我们可以那个，你要加好友加加，啊怎么加到我好友的？我靠，我那个 ID 不好打哎、欸，你打得出来哦？哦，有点厉害。哦，真的假的？那。没有，我礼拜一的时候会去问一下。明天我应该还会再去，就是明天把，哎，可以玩了，这么快，就讲这种事。真的吗？他跟我说要两到三天呢，怎么跟我所想的是不大一样？我们现在打 CSGO， 其实我没有玩过 CSGO 哎。有点紧张哦。哦，安装中，等一下。真的假的啊？我是从北港移到嘉义，我礼拜日好像中华电信没有开，所以我礼拜一的时候去问一下。啊，明天是礼拜日嘛？礼拜日我们会去特力屋买一些桌子啊什么的。哦，还有热水器什么的，先把它装上去。因为热水器一装的话，其实有个床，你就可以在那边躺了。这样，对中华电信的。对对对，我先告诉你们，会断两到三天。哦啊，所以就是希望你们这几天能够忍耐一下。哎，整下顾啊！你们是怎么按到邀请的、啊？有点厉害、欸。我去拿一下我的手机。哎呀，我的手机了。妈妈。
你快打电话绕狼。有没有人要玩 CSGO？ 好，我们先进去。终于可以玩了，这有没有中文啊？好紧张哦。哈哈，手冢居 2.0 不是，因为有的那个资料夹它要命名，我就觉得很麻烦，然后我都不知道要命名什么啊，然后我就随便取个名字，不然好麻烦哦，想不出来。啊，不然想不出来要用什么啊，超麻烦的。哎啊，啊，有了有了有了。哎啊，你们昨天看我妈妈玩，觉得好不好玩啊？好，可以了。然后等一下哦，这是视讯设定吗？哦，哦，有了，有了，有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还在设定，大家不要慌张哦。现在应该看得到了，对不对？CSGO 重新命名，我要命名一下我那个资料夹。OK 了，OK。好，好。啊，这个字这么小，是哪招啊？哇，有新武器，交易合约。啊，那个靠腰，那个合约也太小了吧？哇，好多枪哦！哇，这个是什么？欸，这字太小了，它字都没办法大一点吗？我要去选择。妈的，看完眼睛都脱汤。欸，有没有办法字大一点啊？哦，字那么小啊，我都。呼呼神动啊，
这个好友要怎么加？哎，他会跑到另外一个荧幕，哎，靠腰啊，我都。哎，我这会跑到另外一个荧幕，哎。没错，手冢区，你们没有看网球王子吗？哎呦，你们这些家伙真是太令我失望。这时候应该要先加好友，好友要怎么加？新增好友，我玩的挺多的嘛，他。会不会 CSGO？ 来问问看。好，我们先玩一个好了，随便玩一个。Let's roll。先玩一下死斗，太久没有玩。啊，知道就当死分子。还是敌我不分呢、欸。穷到有点靠北了。
太烂了吗？但是哪一个 B？ 让我看一下。买子弹是哪个啊？干都没子弹，我忘了，是100年前的东西，我根本不知道按那个购买键。我没子弹啦。自己的好了。Nice shot. Oh. 子弹到底是放哪个啊 ？B， 买子弹到底是按哪个？我要按子弹，子弹，子弹。子弹到底是按哪一个啊？该死我真不晓得子弹是按哪个。我问一下，为了这个，我他娘还得先爬稳。子弹到底按哪一个？没有子弹。开选。刚刚就打到没子弹了。我打不赢别人吗？我都被秒杀为什么我打别人都要好几枪，别人打我？神准哦！
玩就是这样嘛，就是还不大好，这要多练几次。Counter terrorists win.走个屁喂！我才刚玩呢，我才刚下载开始玩呢，你就要我走喂？这感觉就像小孩子才会跑，就问他要不要骑摩托车的感觉。我慢慢来嘛。所以我第几名看一下？哎呀，我有78哎，黑人比我搓，哈哈，好爽哦！哎，我们有赢哎，科科，要去哪边按投票？这个是 CSGO。CSGO 按什么啊？记得可以补血包的，你们还记得要怎么按吗？哎呦，对不起，自己吓到吓到。啊！哎呀，真倒霉啊！吓到了，吓到了。靠腰，你干嘛回头啊？下去！
结束了，根本不给买吧。我最不会玩的就是狙击枪，我从以前就非常不会玩狙击枪。靠，别吓我！Clean kill. That's a clean kill.糟了，我有点敌我不分，看到了就想杀。Nice shot. 哇，这么会走位。什么 NG3 吗？哎呀，不要慌嘛！你们这样我也很紧张啊。Good one。我才刚下载安装哎，好歹让我熟悉。要吐了，不然我们去玩玩看模拟三枪。你们也太容易吐了吧？你们觉得好不好玩？这很棒哎，台主应该等一下就回来了吧？他现在在楼下。不错，这个游戏好玩。等晚一点揪那个揪别人，我们再来打。我们来玩玩看模拟三羊好不好？我一直想玩看模拟三羊。模拟三羊几 G 啊？好像不大哎、欸。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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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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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我觉得很好玩诶！六分钟，等个六分钟好了。哎，不错玩诶，我觉得 CSGO。阿咪，喵喵，阿咪。吃饭饭吃饭饭，啊咪咪吃饭饭，啊？没有哪个贴的？你要分享什么？哎、啊，我不是叫你自己下载吗？是啊、哦。好，我明天帮你用啦，我晚一点关台帮你用。阿咪吃饭饭吃饭饭，阿咪咪吃饭饭。
吃豆豆配肉肉，阿米米吃豆豆，阿米米吃肉肉。好，这样放一下好了，他等一下就会上来了。我哪有骗他啊？欸，为什么我这个会自己下线啊？好奇怪哦。对啊，我是线上啊。快下载好了。欸，我刚刚忘记看模拟三摇怎么安装欸。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复制到游戏目录。复制到游戏目录。我等一下试试看。你说英雄联队或 AVA 战地之王吗？嗯，也是可以啦。可是我想先玩玩看三羊欸。CSGO 我是用 Steam。欸，阿咪来了，阿咪来了。安娜，欸，你刚刚去哪里？怎么那么慢才来？你去哪了？阿咪来了，在搓背背。阿咪，阿咪杯子快搓烂了，修起来至少要五六万跑不掉，因为它的零件全部都已经生锈了，你懂吗？它里面那个音完全都不准了，然后你要用好之后还要调音。调音完之后还有其他的给他估，那都好几万块欸。阿米，阿米是只乖猫咪。阿米心想：谁跟你乖呀？哈，谁跟你乖呀？阿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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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几天要去，不晓得欸。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在自慰，你知道吗？因为我发现他这样按一按啊，你仔细观看他会吐鸡鸡，然后会有一些分泌物，所以我觉得他是在，他可能按一按就射了我在想啊。对啊，那一台是雅马哈三号琴，是很不错的，当时买也要十几万的琴啊。好了好了，好，然后我先运行到内容本机档案，浏览本机档案，好，把它放进。哦，要安装了一堆有的没的，通通不要。这应该是什么？低潮，低潮 ，Steam APP。应该 Steam， 然后 Steam APP， 好 ，CONNON， 然后再
Gold 什么那个的。好，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好，试试看。买新的就是我先把那一台卖掉嘛，然后贴换啊，再看那一台平台的要多少钱，再去看就是差多少去补那个，再用那个来去分这样子。现在是打算是这个样啦，啊，所以到时候会叫雅马哈的过来估一下，就是看要多少钱。欸，现在画面会闪烁齁，就是你们稍微等一下，我进去。没有中文啊。没有中文啊。没有中文啊。再解压缩一次试试。怎么没有用到啊？机档案，机档。好怪哦。再解压一次，这是用他说的。还要装什么废物东西？哦，天哪！哦，天哪！我桌布，啊，我最讨厌他每次都要，我觉得汉化每次都会塞一些垃圾东西给你，又要删东西了。你看，真的很靠北欸，他每次都这样。大陆就是你不塞一点东西给你，他就觉得不大爽。这傻小干卸载。什么叫橘子浏览器啊？卸载，丑死了！啊这啊，妈的，把我桌布都换了，你看看。卸载。因为还开着。退出。卸载。啊，你这小王八蛋不给卸。哦，天哪，他还要写那包什么东西？龙，一个米再一个汁，那个怎么？我要崩溃咯。哦，不对，一个米，哦，禁用一些很难的字哦。想说这样我们就不会卸载，是不是？干，我还有这招，你他妈别走。老子都不用会你那四个字。嗯，卸载。下次再给我安装垃圾，你试试看。还有没有？我检查一下，总觉得你都会塞垃圾的东西。对啊，想说没办法认真，没办法载啊！我告诉你，把我删定。今天这个城市我删定了。哦，我桌布被弄成一些奇怪的。好了，看看这次可不可以。还是那个欸。那么13666768，
怎么办？是中文呢？啊，他自动帮我用 IE， 靠北，我快气死了。好，360还没砍掉。我看看，混账，怎么那么多东西？哎，不对，不是取得城市。怎么好360？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在哪？嗯，哎，我忘了到底该删。哎，不对，这是我的视讯。出来哦，告诉你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很坏的城市。哦，它还自动帮我。哎，那好360还给我自动用成那个首页。哦，太不要脸了，天哪。哎，好360浏览器在哪啊？还找不到删除哎。不对，今天我们要给他一顿好敲的。好360在哪？居然还删不掉。哦，哎、欸，哎、欸，他绑架了我的首页，我一打开就是这个、欸，哎，怎么办啊？有办法删啊？天哪、啊，我要崩溃了！干这流氓软体耶！哦，台湾就不争气，没有自己的反中华，我们去用大陆的。该死，那360是怎么回事啊？哎，360要去哪边删啊？居然有那个浏览器！哦，天哪，像流氓一样。那要怎么办？干，我们要去 Google 出来。好，360删除。有程式可以删，可是我找不到啊。我刚刚下载的就是同一个东西。大家看是同一篇，等一下。哦，我快气死了。这个清得掉吗？确定清得掉吗？怎么那么烂啊？哦，那360真的很靠北。我第一次遇到这种可以强制去。好烂哦，我快气死了。哦，你们给的一直是同样一个东西。真的假的？确定哦？好，我下次试试看。可不要唬我。这要怎么用啊？我看一下，看可疑档案可多了，我瞧瞧。
还要 download？ 啊，好吧，我要按什么 scan？ 你 IE 删掉，可它现在在 Google 网页出现欸，不然我也想把 IE 删掉。好，我们去把 IE 删掉。天哪，我居然遇到这个事情，我心情好差哦。只是想要一个繁中话错了吗？蝙蝠侠先删掉。所以大家都是被绑的奇才耶，哦，好多哦。什么？执行这个之前？通通删。再试一次，等一下我把它关掉，还是有啊。大哥不怎么有效欸，哦，我快气死了，哦，烦死了。我按了 clean 还是没有用，而且这真的是哦，哎呀，真的有哎，360，这要怎么删啊？哦，天哪，我快崩溃了啦！哦，真的快，哦，真的会，我真的会气死。我如果档案还原，你知道这问题有多大吗？我没有系统还原，我只能够重灌，我重灌就要再花500块，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且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没有，这样懂吗？我一定要找一个没有的，不然我这样用下去非常非常的麻烦，我真没跟你们开玩笑，所以你不要再告诉我。欸，不对啊，我应该是好360才对。哦，在西朝，搜寻。
我360已经直接卸载了，我现在电脑里头根本没有360这个东西，但是它就是还在啊。它现在它是好360，不是360的安全卫士，是不同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360安全卫士，我是好360，然后网页绑架，不是同一个东西，它不是同一个东西，我快崩溃了。他说没有欸，干这么会藏啊。我不晓得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不要再建议一些没用的。哦，他直接说没有欸，干，崩溃。那我以后就必须要打开这个，就要你叫我怎么那个？我现在超级，我在全世界第一个直播扫毒，快晕倒。啊，你安装中文版最好。还说不免哦，它是免安装。对啊，怎么会有那么垃圾的软体啊？我想资料夹。干，人好心情都没了。我看一下你说下面的西槽。他现在绑的是我的 Google， 不要再讲一些有的没的，他就是绑我的 Google， 不要再幻想了，我也是希望他这样，他绑的是我的 Google， OK。哦 ，drivers。下面的 ETC 里 ，HOSTS 啊，靠北，记事本开启，把127.0.0.1。从这边开始删吗？
要重开机哦。我这个也顺便一起试试看。我如果的话，我就要叫阿咪。阿咪怎么睡那么旁边啊？阿咪，你睡到掉下去了，你要掉下去了，坏猫猫！哇，糟糕，哪边啊？呢？咻！咦！超烦的，当它的主人还要帮它敲睡姿，不然会太差。对的，你控按右键看内容，没有内容。没有内容这个啊。最近搬家花了很多钱欸，我如果要重灌一定要等到那个的啦，而且我还很多很多的资料欸。预设浏览器哦，唉，问题到预设浏览器直接就是要付啊。你看，搜寻设定预设就是那个。你看，预设浏览器是 Google Account， 早就是 Google Account 了，可是它还是会给你用一些。哎呦，他不会给我重开机吧？不，我先跟大家说拜拜。